演唔到。如果我突然一之間一無所有，冇曬任何收入，剩翻一部手機，咁我點算咧？我諗我嘅兩個女仍然讀緊小學，我爸爸媽媽已經七十幾歲，我仲要讀同中牛養家，咁樣點算咧？以前嘅我非常擔心，同埋一定好驚，食唔安瞓唔安咁樣。但係今日我已經唔怕，最怕就係冇 WiFi， 因為而家只需要跳入部手機，我就有能力最短嘅時間揾翻我失去曬所有嘢，就好似兩年半之前，我做咗啦。當時我付曬400万，我用盡曬好多方法，當時好勤力，我不停做，不停做，但係情況完全沒有改善，更令到債越嚟越多。我冇能力還清債務，我更沒有能力改善家人的生活。我剛才記得當時我好擔心，不敢做，開始質疑自己，點解做人咁失敗？最近我明白，其實今時今日最成功、最快捷、最有效的生意，必須是要利用網絡上的威力。我於是我專心研究運用網絡的能力去爆發我的生意，動光收入。終於我短短8个月還清了所有債務，而且我的收入達到8位數字。如果你這三年淨出到大嚟，冇辦法突破先，我依然運用舊有傳統的模式去做生意。非常好。